夜店吸客春色无边，辣妹疑似当众口交啊！公众场所咁大胆，台北市呢间夜场为咗吸客，每逢周末都会搞午夜 AV 诊所、女优 OL 的诱惑，呢啲听落都各三级嘅活动。唔单止有超 sexy 辣妹跳舞，仲请男客人上台，匿喺布幕后面同辣妹一齐。个男人仲好似随裤露下体添啊，仲做出疑似口交嘅猥琐动作。咁仲成世界嘅？辩方解释话，布幕后面系用焦做道具，至于幕裤就可能系博客饮大咗。